如水定太平。国王康熙祖在位，这国王登基以来，风调雨顺，不贪。这一带呢是遗留下了最丰富的这个土楼遗产的一个地域。这个土楼呢，它实际上呢，它凝聚着这个客家人这个传统的一个文化的延承，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的延承。这个空间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精神的空间，也是我们人和自然的这个空间，是最好的一个风水的空间。我们当时把我们的这个主题和我们国外的领事馆、大使馆，包括中国文化中心去对接这个主题，他们大家都很兴奋。兴奋原因是因为在国外的很多的华侨，非常多的客家人，他们本身对土楼是有很深的感情，但是在他们的心里，土楼对于家的这一个元素也是非常的淡的，就是土楼是我们的家，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它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主题，寻找记忆中的故乡，这是一个寻根的过程吧。因为我也是一个在海外的客家人，这也是一个寻根的过程，很有意义。
研究这个土楼的文化，研究土楼里面生存人的生态情况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不断的去推动和这个不断的去深入的这么一种。